其实非常爱我们，所以他很希望可以听见你说话。主啊，不要让这个世界来定义他们，不要让其他的人的眼光来定义他们，因为他们是一群听得见你说话的时代。耶稣基督永远的爱，不失败的爱，要充满在他们的身上。耶稣基督，我们要知道。